记者来到安平拖吊场，看到大约也够1400多台刊英，甚至是全新的 T 牌，相当壮观。不过这拢是淘汰，未当上路。今年2月17日正式由 U 牌所取代车辆。面对这设备，其实拢是民众纳税资产，如何延续生命，发挥上大效应？提出应该打理，甲陈怡贞等议员联署，要求交通局一定要好好规划。我想现在大家看到在路上都是看到大家骑的 U bike， 其实很开心，但是我们想到说，那过去的 T bike 呢，他们在哪里呢？那到底还堪用的 T bike 有没有好好的妥善去做处理？所以我们希望说，现在大家骑 U bike 很开心，但是过去的 T bike 一定要妥善的一个运用跟使用。那我想之前包括尹爱达利议员组提案，然后怡贞一起来提案，就是希望说这个 T bike 可以一个妥善的使用。那不论是提供给弱势的学生、弱势的朋友来使用以外，或者是有些观光地区，其实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公共自行车来使用，让他们在游玩的时候更加的便利。所以也希望说市政府能够有妥善处理的方案，来可以让社会大众知道这些 T-Bike 到底跑去哪里了。有关我们原来T-Bike 系统，那因为功成身退，那不过旧的 T-Bike 系统，因为大概都已经超过法定的使用年限，不过市长请我们堪用的东西还是要物尽其用，所以我们经过合约结束之后，请厂商全部回收，那也经过整理盘点，目前大概如果以可以使用大概是1400多辆左右的车辆，那市长指示就是后续，因为那个还是市府财产，如果但过了使用年限啊，所以如果当然我可以直接报废了，可是报废就要做拍卖哈啊，如果我不报废，因为这是财产，所以还是需要登账啊，所以如果后续继续发挥它善尽它的功能的话，我们是会研议请有需要的机关要来做财产的移拨哦。那另外是在用途的使用上，还是希望它能够以公共使用为主。如何将公务财产好好利用，持护的物尽其用，无报废，充分利用的角度，目前社会教育等局处拢意愿反映，来提供予相关社会福利团体申请。台南新闻，君集林英根采访报道。